新卸任校长交接典礼，典礼开始，介绍长官及贵宾。好，我们今天最佳女主角我们陈校长，还有前面在座的各位嘉宾，还有我们台下的各位嘉宾，好，大家午安。好，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天开始是我们前国安国小校长赖秀英，那我现在呢是到协和国小去担任校长，那今天看到这样的场面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那就容我今天当一下主人先介绍一下这边已经在手上有的还有我们国安这边的一些伙伴，那有关于那个中校国小还有陈校长这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我们就待会请陈校长来帮我们做介绍。好，那首先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国安最支持学校的一个团体，就是我们的家长会。那因为家长会会长呢今天还在大陆他已经大陆蹲点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在拼经济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我们评委常委来代替我们会长，欢迎陈校长。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依序介绍我们今天莅临会场的一个嘉宾。好，那首先是我们张立万坚立委亲临会场。好，接下来是我们课程教学科的科长詹雅慧詹科长。好，那还有我们同期校长班的同学中校国小许玲玲许校长。好，那接下来这边有安和国中许志伟校长。好，谢谢许校长。好，新义国小纪南昌纪校长。好，我们教育局督学蓝淑美蓝督学蓝督。那个同仁们可以再加一张椅子，请蓝督上台。好，再来我们北屯国小蔡天才蔡校长。好，我们教育局前局长是我们张光明张局长。那现在你是我们隔壁立者的张校长。好，那我们永安国小陈静之陈校长。好，教育局督学宋梅珍宋督学宋文珍宋督学。好，那秦校长们这边我们就请曾荣来帮我们做介绍了好，那再来我们议员的部分我们陈淑华议员服务处的詹清如詹助理。好，我们在地有五位里长，每次都非常挺国的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胡连里冯进通冯里长。还有我们胡连里杨坤士杨里长。好，来我们在地国安的里，好，张阿叔张里长，永安里张阿叔张里长，好，林措里于进清于里里长，好，好，接下来我们有卢秀燕那个委员服务处的驻区主任郭永仪郭主任。好，那还有黄新会议员服务处的特助林平荣林特助。好，张亮乃伦议员服务处的秘书蔡丽阳蔡秘书。好，那再来呢是我们西屯区
好，我们那个万间立委的主任哈，林奇峰林主任。好，那这边有的，我这边我们就留给那个陈校长帮忙做介绍一下哈。好，来德化国小哈，厉嘉龙厉校长。好，那接下来呢，还有我们国安这边的哈，因为今天人真的很多哈，校长视力比较差一点，要靠近一点。好，我们先介绍我们荣誉会长们哈，来我们谢振兴谢会长，好，肖荣发肖会长，林奇宏会长。哦，好，刚才有林奇宏会长也莅临哈，还那个淑纽哈，林淑纽林会长，好，林丽玲林会长，好，那再来哈，我们学校哈对国安非常照顾的哈，我来的时候带着我去募款的我们哈，张明顺张校长哈，他是前台中特教学校哈退休的校长，好，那。我们国安退休老师有一个联谊会啊，我们嘉宾主任，好，那啊，我们不错国小前校长，不是前哦，关子欣关校长，对我们合作的已经退休的，哎。校长，你现在到哪里了？福敏，哈、哦。告诉一下我名字好了，有点忘记学弟了。哦，陈厚仁，好，哎，福敏国小陈厚仁陈校长，嗯，好，这是我优秀的学长哈，嗯，哦，好，中明国小张耀宗张校长。OK， 好，那再来我们家委会的部分哈，我们的 Kevin 委员，好，秦敏委员，好，还有婉君委员，婉君常委，好，然后我们退休的主任哈，陈兴荣陈主任，好，那还有我们国安的同仁哈，也是退休的老师淑燕老师，哦，大家都。好，大家一起挥挥手一下，国安的同仁挥挥手一下。哎，他们只有比这样，好，就是要挥挥手。好，那再来哈，我们国安志工队哈，我们队长哈，硕宏队长哈，还有我们下一届的队长哈，1017学生的队长小云队长哈，还有所有志工队，请挥挥手一下，好，谢谢。好，那今天在场的是我们学校一些服务的同仁哈，那也请跟大家挥挥手致意一下。好，那今天我们的司仪呢是我们的教务主任哈，贵属主任。好，旁边是我们幼儿园主任哈，婷宇主任。好，那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园国小游玉芬游校长。好，那不晓得还有没有我们国安这边？好，瑞丰国小哈，那个张文琪张校长。那还有吗？哎，中美国小有校长刚才介绍过了。好，那国安这边的伙伴们，我们就。觉得好 ，OK， 好，他本来想说留给校长介绍一下，好，来，我们全人家长协会理事长哈，林立宏林理事长，好，我们国立新大附荣的校长蔡孟峰蔡校长，好，那真的嘉宾云集啦哈，那有一些我比较不太认识的哈，就比较抱歉，我们就是请。陈校长应该是陈校长那边哈邀请过来的，哎，那请陈校长哈为我们做介绍。
谢谢邱院长啊，来为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各位贵宾。那很开心啊，因为今天真荣来到国安国小，啊有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长官贵宾来到这里。那接着就介绍我目前可能还有一些出落的一些长官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可能会一群一群的介绍，就大家就一一的来介绍，也请大家能够见谅啊。那首先呢，我想要介绍的是我先介绍我们中校国小的校长啊，让徐玉校长再介绍一次。然后我们就是叶校长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包括我的同学，刚刚我们介绍到光兴，我们的社口国小的陈校长啊，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就介绍我的这个自己的原生的学校了。中校国小今天来的好多位的校长啊，一次才开，比运动会的时候来的还齐，所以很谢谢所有的校长哦。首先我们先欢迎陈汉基校长，还有我们杨庄校长，再来是林晶晶校长，李正宗校长，哇，我们李校长人气很旺哦，那还有呢很多的会长哦，那我们先来见我们的林时清李长福伦社啊，那实际上也是二中跟快同国小的家长会会长啊，那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的前家长会长也是洪议员，洪家洪议员。那接下来介绍我们中校国小的家长会的大家长林世杰会长，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家委，所有的家委是不是也站起来挥挥手？我们家长会阵容坚强的中校国小家长会，谢谢你谢谢你。那接下来介绍呢我们的中校国小的所有的师长，我们师长是不是也站起来？我们中校国小中校国小一家亲，还有退休老师也请站起来，谢谢谢谢谢谢。志工队呢，美丽的志工队请站起来，谢谢，欢迎大家今天莅临国安国小啊，来为这个我们的交接典礼增色不少啊。那我们还有我自己的师专同学，来中师七五级的也请站起来好吗？谢谢谢谢，有我的物班的同学跟美劳组的同学，感谢感谢。那还有我们新大富农我们新大有一个午餐联谊会，包括我们的蔡校长的新大富农也请站起来好吗？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还有我们台东专科的陈教授，谢谢谢谢校长也莅临。还有我们协和羽球队有没有过来呢？协和羽球队吴金鹏校长可能还在路上啊，我们因为我现在呢都跑去协和打球，所以我有参加一个协和羽球队。那另外还有受训147级的147级小西班的，请站起来好吗？谢谢谢谢大家，还有包括我们关校长、我们师副校长都来了，谢谢谢谢。哦，不好意思，沈俊达校长漏了您了，谢谢谢谢。好，还有这边还有徐正佳校长。跟林俊成校长、方俊清校长，谢谢谢谢。我漏了一个我的师专美劳组的同学，我们的涂文忠涂校长，他在中教大实小，涂校长，欢迎大家。那还补充，刚刚有我们瑞丰国小家长会的辅导会长林俊清林会长，谢谢您今天与会，谢谢谢谢。那另外我们还有国光国小，国光国小我们胡会长跟李医师，我们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董事长啊，还没到，来谢欢迎胡会长，谢谢欢迎。还有永安里的有一位理想参选人邱淑婷女士，欢迎您，谢谢谢谢。那最后呢是我自己的家人哦，我的家人，那我也请我的仪仗是华象建设的董事长王忠正董事长，还有我的三阿姨跟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啊。另外呢
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陪伴我一年成长哦，谢谢科长的提醒。我们教育局课程教学科的伙伴们在哪里？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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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胡校长，胡校长我漏掉了，胡淑娟校长，不好意思哦，来宾很多啊，校长谢谢，校长谢谢，校长谢谢。我不晓得还有没有疏漏，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过真荣在这里就是表达啊，对不起，我还有看到我们荣誉特督曾养贤曾教授，这样子可见我应该要下来稍微走一下哦，可能会漏掉很多长官贵宾。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华蔡维翔。我们的学长蔡家，谢谢谢谢。然后哦，我们现在我们的最亲爱的海伦飞来的，啊海伦姐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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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长会长联盟会。那还有说南师七三级的我们的学长跟我老公同学，请麻烦也举个手好吗？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个不及乌也照顾真荣，谢谢。好，那如果说还有疏漏的话，也请您见谅。不管如何，就是很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会场啊，来给真荣鼓励，非常感谢您，谢谢。可以，那休息到这边。家长会长致辞。各位同学，各位长官。各位长官，各位嘉宾，很高兴你们来莅临国安国小校长交接的典礼。今天很开心，第一次能够见到这么多校长跟长官，真的很紧张。因为平常我是在国安国小的读经班之前在服务，所以呢，他们就代表我来参加，来跟你们来做个简单的致辞。很高兴各位能够来参加。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现任的赖秀英校长，他非常的费心经营，这六年来，除了国安国小硬体的各项设施，他很关心小孩，因为他本身有一个小儿子，跟我的两位双胞胎一样的年纪，所以呢，他更能够疼惜我们国安的小孩。这六年来，他不断的帮。除了硬体上，像我们魔幻舞台的安全设置，还有呢软体的增强，包括学校增强各项，除了重视课业方面，还有多元的发展。我们这些年来，如果能够有更有特色的表现，我觉得应该都很感谢秀英校长背后强力的支持。我的两个双胞胎目前是二年级，要升三年级，所以呢，现阶段他们有参加舞蹈队，在对校外的比赛都非常的杰出。我们国安国小这次的足球队也远征到丹麦，希望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好的成绩。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在国安国小这边看到这两位校长，因为现阶段我们又迎来了一位更实力坚强的中校国小，来自中校国小的陈真荣校长。因为我真的很开心，也有点紧张。那第一次碰到这么多贵宾跟长官，我真的希望除了我们修一校长的努力之外，未来更需要真荣校长为我们费心的经营。感谢各位大家的光临，谢谢。卸任校长赖秀英校长致辞。好，我们陈校长啊，许校长，还有我们评委常委，我们万建立委，还有我们的科长哈，还有在座的所有的嘉宾哈，再次问候大家好。哇，今天看到人这么多哦，刚才下面的老师有跟我说，哇，人怎么这么多？我说，人潮等于什么？钱潮，对，所以呢，今天有来的各位，我们
希望你们能够秉持哈爱护我们陈校长哈的心，继续爱护我们国安，然后把那个爱延续到国安来哈。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哈，看到这么多的嘉宾哈莅临我们国安，那显现呢陈校长哈的好人气哈跟好的一些社交关系，其实这对于一个校长来说真的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校长看起来还我自己称赞一下是有一点小幼气嘛哈，对，所以如果论辈分来说呢，曾龙校长真的是我们的学姐哈，算是大学姐了，那秀英只是比较有幸然后早一点考校长，那曾龙校长在教育界的一些历练呢，相信哈应该是会带给国安哈更上高峰。那在国安这六年来呢，真的也非常谢谢哈我们所有学校同仁哈对于我推动校务的一些配合。那学校的同仁呢都是任劳任怨，那我常常跟我们学校的一些老师说，其实我们国安国小教学能量非常的丰富啊，老师在教学创意还有教学研究上面是有很强的能量。那刚好陈校长有这方面的专长，那未来可以带领这些老师做更进一步的一个教学的创新。那当然我们还有非常挺学校的家长会跟我们荣誉会长们啊，其实一般会长们退休之后可能就大家联络比较少，但是呢我们荣誉会长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联谊组织，那每次学校只要有活动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帮忙的，他们都不吝的来做支持。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嘉宾主任啊对学校也是创校，那对于学校的一些发展他也都非常的关注哈，所以他也 call 了一群我们退休老师组成的退联会，那学校有任何的活动跟他们讲一声哈，他们都会资源人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资助哈。那当然还有很多我做了一些里长跟社区的一些人士对于国安的一个厚爱，所以呢国安在这六年来一些硬体建设是慢慢的做了改善。然后呢小朋友也是，我记得之前我们陈主任跟我说之前我们学校还超额可是呢我们到了107学年度我们整个一年级是增了两班，整体学校来说我们是整个增了一班，所以呢是在稳定中一直成长啊，所以也真的是谢谢所有同仁啊一起的努力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果。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学校的厕所比较破旧一点，那呢我就开始用学校的一些修缮费本预算，我想说一步一脚印慢慢做，那一间一间厕所慢慢修，那修完应该是学校在卫生条件方面会更好。那当时总务主任他今天带队出国到丹麦去比赛足球，他跟我说校长你这样修修到你离开可能还修不完了，但是我跟他说没关系，有开始慢慢做就会有支持的力量。那果真也谢谢教育局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金钱的资助把所有的厕所都修缮完毕所以肯做就会有愿就会有力啊。那当然卸下了国安国小校长这个重责大任呢，接下来我们也是一样交棒给我们最佳的陈真龙陈校长他是在我们11位校长候选人里面脱颖而出的。那他的好的一个行政历练跟他的教学的一些能力，还有现场这么多好的人脉，未来都是国安的福气。那也谢谢陈校长能够承接国安这个算越来越
壮大的学校啊。那也请在座的各位嘉宾啊，持续啊能够支持国安，给国安最好的一个祝福跟力量，让国安的发展更好啊。那也祝福陈校长未来在国安这一段日子里啊，能够校务昌隆哈，那越来越好，谢谢。我补充介绍一下我们家委会哈，詹其斌詹常委。好，今天校长特别准备一束花啊，送给我们孙校长，也一并祝福他。陈真荣校长致辞。我们的赖秀英校长啊，还有党会的评委的这常委，那还有我们张亮文监立委，跟我们的教育局课程教育科科长啊，还有中校国小的许校长，还有我们中校国小的林世杰会长啊，还有这么多我们的这个立德中小学的我们前局长张校长，跟我们的林。还有这么多的校长跟洪议员，还有好多好多的贵宾，不好意思啊，我就不一一的问候。那这支麦克风等了两年，等了两年，在105年就考上这个校长的资格，这两年的遴选，没有，就是这两年的一个储备能量。很感谢能够在教育局啊，尤其今年在课程教学科，在我们科长。詹雅慧科长的这个领导下，其实我吸收了很多的养分，也会化作教育的动能，来为以后的治理国校学校的这个能量上面加分不少。那我自己是民国75年分发到中校国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要教25年以后才能退休，不晓得有没有办法熬那么久，没想到真的是一眨眼的感觉。今年已经教了32年了，所以当老师的人其实很难去记得每一天的，因为我们看着孩子一届一届的成长，看着孩子由不会到会，看着孩子由调皮到他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的未来规划，那个成就感是最大的。而今天有幸能够来到国安国小，我要先感谢我的母校我中校国小待了32年，遇到很多的校长，陈汉基校长就像爸爸了，给我呵护照顾，来谢谢陈校长。那在杨庄校长呢，是让。